女人希望你撩拨她，向她展开猛烈进攻的暗示。一，身体总是接近你，甚至会对你拳打脚踢，搞些肢体动作。她对你有好感，会缩短和你之间的距离，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你身边，有时还会不经意间和你来点身体接触，然后望着你很害羞地走掉，还会和你开一些大尺度的玩笑，上演拳打脚踢的暴力。他这么做其实就想激发你的欲望，表明他对你好感，并不介意你去拥抱他。二，半夜独居时会找你帮忙。女人身体比较柔弱，在需要一些体力才能完成的事时，往往会力不从心，比如修理一些物品、更换灯泡等。这时她求助于你，首先表明你在她心里很重要，占据第一个位置；第二，也表明她似乎期待在这暧昧的夜晚能发生点什么；三，对你吃醋、发脾气、委屈地哭泣。当女人看到你和异性在一起，会无端地发脾气，甚至会像吃了枪药一样攻击力十足，说明她已经开始吃你的醋了。她会用吃醋表明对你的感情，还会梨花带雨般地向你哭泣，委屈的模样可怜巴巴的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样场景？保护女人的天性油然而生，这时猛烈进攻，呵护她、哄她，才是爱情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四，欣然接受你安排的不怀好意的机会。当男人主动开车送你回家，又或者带你去酒吧这种场所，而女人又心知肚明意味着什么，不但没有拒绝，甚至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赴约，这也是女人喜欢你，希望你猛烈向她进攻的暗示。所以别再说自己追不到女人了，那是你没有用心去揣摩女人的心理。相互有好感的两个人，眼神里都能看出对方的内心。爱他就要勇敢地去表达，爱他就要狂热地去追求，爱他就要把他娶回家。